好，现在是录影哈的第四节。你们各位可以看到，从荧幕上看到，实际上的模特儿他更瘦啊，他瓜子脸。所以我怎么样去创造一个瓜子脸？瓜子脸有个特色，你们看，第一个他脖子已经细细的，然后瞬间呢变成三角形。那这个怎么样让脖子细细的这样瞬间变下来？那就要注意我们衣服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去修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。Thank you.
如果维持
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，它就是这样。那个鼻子的这个受光点就很长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的话它就很长，这样它就会变短，对不对？变短它就比较年轻。就是老板不在，老板一点点光芒。把鼻子往上，几乎看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常看你们画，鼻子的那个明度差异过大。你看这个明度的差异都在零点几，你看这个的明度跟背景零点几，零点几就鼻子就不会看起来明度差异过大。是不是？好，检查完，检查。
你就把它照顾。所以就把它养成习惯。一张的话，我是觉得你搞脏的话，完蛋，不会弄还有。我就把它养成习惯。那你再把它弄回来哈，就是有一个痕迹的，就是好像我们收藏的是吧？你先把最亮的颜色放这里，你就知道已经这么亮了。你现在擦一定会很亮，从最下面往上去。这个颜色又不一样，对，比较软。看那边觉得光的感觉，对，从下面很正光，而且它有渐层的效用。然后你要雕刻这一块阴影，把它雕刻在那边，碰不会要碰到那个阴影。所以你要从这边，慢慢渐渐的把它靠近，靠近以后呢，要雕刻半圆，用雕的嘛，从外面雕个半圆，这样雕个半圆。你看那个脸的圆就保住了，好，所以那个脸的形状是来自于这个，没错，要不然那个空间你很难表达。再慢慢再推一次，再推一次，我要把这个阴影把它雕得更好。这样就更好。最好的技术，它那边整个是没有好好说。我把阴影这个，它没有，当然笑的时候把阴影难免露出来，它会有高度嘛。要凹一下，对，你要一定要凹一下，否则他不会看你是笑的。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定是这样。好，来，一定有阴影，因为它有高度。那这边也相对会比较细，比较圆，它就要笑。好 ，OK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你再把不让这一块跟这一块的凸起来，然后下巴是这样的。这种感觉，把阴影的弧度我做出来，对，啊，这样的话就做出来了，然后后面把它带开，让它融到后面。这里呢，稍微亮一点，因为它比较靠近光，所以它反射光强一点，来加一点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是一条线，现在你只是觉得凹线，没有，它那个线不见了。你磨第二次的时候就不见，所以你一定要第一次要对，应该明显的变短。对，那第一次你要深，但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浅？它是浅。化妆涂粉底的，现在涂粉底也是用不同的那个色差去展现人脸的立体感，有三种颜色的粉底。哦，你说化妆师？现在很喜欢化妆师，其实台中就是这个差不多，有高低啊，明暗。很多年了，我开了画展了，从素人变成开画展，都是在这边养成的。哦，就是说你自己的画画展，会去开画展啊？那你我感觉累积多少画？我画了200多张，一年这样画，500个日子，而且我们那个下来的500个日子。对，从绘画到不会画，120分钟一张，就跟老师这样学，我没有素描，看了以后回家自己练，看 YouTube。我的方式比较跟一般的那个学院的不太一样。里面有我画画的地方，都在 YouTube。我们学的
就是老师做的。没有，五百个日子啊，从我第一张画到我后来开画展，就五百个日子。其实比我还。是的，你看像我的，嗯，你就是很像，因为我很少。严老师，我没有画过很像。不是，我不是没有画。严可老说，画画时间长短不是重要，投入的时间不是你的这个。就是我画。那我的画，你看我这个，你傻，觉得这个老师指导的不够多。现在在都后面，对，我参展一个廖林画家，在 YouTube 里面就有做的参展廖林廖丽英，这边就是我参展的东西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没有全程，我斜杠很多哎、欸，我写作，你是哪个廖？廖天天的廖，然后丽，美丽的丽，樱花的丽。我是老师一手教出来的，包括上的这个网络的形象，就是留下我的脚印。我怎么又被老师学了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我是 YouTube。这个行销的话，行销的话，就是法国的，跟经济两个。